收听姐妹悄悄话，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yeah, 在这个经过了漫长的年假什么之类，我们上个礼拜，因为上次我们有那个 Superstar 来我们的现场，小燕姐，对，就是大巨星，超级 Superstar， 状况好得不得了，对，都是红衣服配红口红配蓝头发，对，然后搞得自己很潮，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像两个阿嫂在旁边，就是真的、啊、哇，那上个礼拜休息因为有人出国，你不要故意讲好像我很常不在，不是不是，他是去员工旅游，所以这是重要的，我带团员工旅游、啊、穿了一个和服在河边，和服在河边不是和服吗、啊、那个是浴衣啦、哦、浴衣就是去洗，他们去那个饭店里面就是那种温泉酒店，那如果你要下去就要穿那个衣服，他会放在你的那个就叫你要换，就是不会穿这样的衣服进去、oh. 然后我们就 po 了照片，就我还有朋友传给我讯息，就说我的同事的那个浴衣的那个两左右边是错边的哦哦， oh. Oh. 但我现在也忘记，但所以那个浴衣是要在泡在那个水里面吗？那、no, 就是你穿进去里面泡，就是到那边之后再脱，可是你要在房间先换好这样走下来哦， oh. 就是不会穿这样子走下来，不然那边东西会很多嘛、oh. 所以我们就会穿浴衣这样走下来，可是它有很多色很多花样让你挑、oh. 然后大家就会在那个挑选处就要流连一下下，嗯，还蛮有趣的了。我觉得去日本玩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我们会入境随俗，然后做一些不会做的事情，再加上天气真的很冷，露天泡汤真的很舒服。嗯，是，对，我很喜欢。你上次去有去露天泡汤吗？哦，你说因为太冷了，就是要太冷了，就是要很冷。在我在北海道泡汤下雪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病，对、啊，对风过敏。因为昨天你在那边五四三，真的，昨天我们在拍广告，然后昨天不是突然间有一堆冷团来，对，然后我们在什么叫冷团？冷气团，冷气团就冷团嘛。哦、然后呢，我们去在外面就在有风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在拍一个广告，然后我露出来的肌肤就是我的手，然后这边的关节就全部会泛红，然后就是刺痛。你说这种地方就是红的，就是整个这片手都是红的，然后会刺痛，然后我就要赶快弄暖暖包，因为要拍特写的时候那个手会是红的，不能是红色的。我在想这是不是个病？不是啊，就是太，这是不是蜂窝性组织炎？不是，还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红斑狼疮。这是，你好可怜、啊、红斑狼疮是不是这个？ No， 被风吹到这种就叫冻伤。可是人家都没有冻啊，而且很奇怪是只有我脸不会，我脸一直在外面啊。因为你的脸可能你擦的乳液各种的化妆品够多，你手没有擦任何的乳的保养品，它太干了。我 anyway， 然后它就会开始刺痛，然后我就要一直擦，就是冻伤就要擦乳液。这什么？这个蜂窝性组织炎不能够因为有风，蜂窝性组织炎是如果你有伤口，那伤口被细菌感染，称之为蜂窝性组织炎。红斑性狼疮是一个免疫不全的病，这是两件事。你那红斑狼疮会怎么呈现？那就是一个免疫不全。如果你会，可是红斑狼疮有一些人会戴手套啊。为什么？嗯，那个就是他每个人出来的症状在的位置不一样。但你今天讲这个状况就是被风吹到了。OK， 好，你这样很像渔夫哎、欸。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因为我在想说怎么，而且我们穿七分裤，所以我这个关节也是露出来，可这里没有啊，只有手啊，因为那里的受风面比较小啊，可能因为腿在直立风，那而且你的在，然后你会动来动去，它的受风面比较大、啊，所以我有一个对风过敏的问题，所以我如果去北海道，我去泡温泉，因为我上来一阵子，我的皮肤会很刺痛，嗯，也很干。你有试过吗？有啊，你有试过才跟别人讲有这个症状吗？我有一次去哪里很冷，然后我的关节，就上次我去北，不是就是以前去北海道，我的关节我要擦很多 like 凡士林，因为就我的膝盖、我的手肘，我如果不擦到，它就会刺痛。我觉得你是一个讲话非常夸张的人。真的，我对风过敏，大家都知道，跟我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我在外面拍外景有风的话，我全身会泛红。那你现在是对光过敏吗？大家会想说你干嘛今天戴墨镜？不是，我戴墨镜是因为我今天太素颜了，就是素到就是睫毛，接着睫毛也掉了，然后也没有画任何眼线。嗯，首先你要先讲你对风过敏，第二你戴了一个怪眼镜，你要觉得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就是一个奇怪的人，我认真的就接受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奇怪。然后呢，我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上个礼拜录节目没有。我不是有一阵子重感冒，就是小燕姐来的时候不是有鼻音吗？所以那个礼拜我录的节目就是 Chop Chop Show 全部都有鼻音。对，然后你知道吗？有一个节目我们在讲风水，好像礼拜一晚上播的。然后我就很嗨，因为我很嗨，因为我对那个题目不是很，因为我没有太懂这个风水，对，我很嗨，所以很多讯息对我来讲都是很新的。对，比如说钱母。
OK， 你知道钱母吗？钱母知道，还有个金鸡，然后哥说，就是玉林哥说，金鸡前面要放一杯米跟一杯水，哦、然后当米跟水慢慢的变少，就是钱要来找你。米怎么可能会变少？他说有，他说那个神，他说金鸡，因为我还说那个金鸡不是活的，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大闹大地不闹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你讲他不是。我说不是，可是那个金鸡本来就是个 statue 啊，所以那个米不会变少。然后我说他怎么变少，他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所以他一直讲这个，我也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他就说他那个神晚上会出来吃那个米。神为什么要晚上出来吃那个米？他这个神他可以，你要相信无所不在。水我觉得是蒸发，水蒸气蒸发变成那个空气，我觉得 OK。 OK， 米不会变少的。Anyway， 他就说那个金鸡是很神圣的，我不能说他是什么，是一个 statue 或是什么是死的，不能讲这种话。Okay. Oh my god, oh my god， 我真的是我说我太不懂这个了。所以你们在讨论钱母跟金鸡。然后钱母他说美人姐送他一个钱母，两个钱母，一个银的，一个金的。然后我说美人姐送你，那你他送你两个，你可以送我一个啊？不可以，为什么？他一定说不可以啊。对啊，对啊。因为金的银的应该是一对吧，他说那个是要自己去求，我说你有没有自己求，他说可是美人姐是为他求的。美人姐为什么要为他求？因为他们两个一起做节目啊，所以他好他就会好，这个概念是不是？ I don't know， 但是我也想去求一个。 你什么带我去财神庙？你们俩还没去。我们怎么不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本来去，怎么后来没去？我以为你们两个去了。哎，他很贼，他本来把它放在那个 calendar 上，我就以为在 calendar 上，我以为你们两个，我以为在 calendar， 后来那个偷偷的把它拿掉，因为他可能就自己忙了，他就没有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是认 calendar 上没有写的话，我就没有。我觉得有时候说你的 calendar 也太急了一点，没有，他就把它拿掉，拿掉之后我就想说，Oh my god， 那怎么办？快点，我们要去，一因为过年，你没有金鸡，二你也没有钱母，不行，我们一定，我们下个礼拜三你没有把脚跪下来拜。我们我知道，我们下个礼拜二录音之前，我跟你讲，去早上去，你不能够一直不断的许一些愿望，而你没有去做。我没有在许愿，这才是。所以我现在就说，你现在赶快写下来。你中午我们要来录音，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沈玉玲，跟沈玉玲说，他到底是怎么样求别人帮他求，叫他帮你弄个钱母来。钱母你知道怎么弄吗？我不知道，他是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知道他说他跟我讲去一个庙，因为那天有请一个哪一间庙。雨薇，请你去看那个节目，他上面有讲。雨薇，我们是要去哪一个庙？不知道，你也知道我对庙不是很熟悉。然后嘞，然后那个钱母呢？你要放在哪一个风水的一个位置？你这么爱钱，你会没有钱母？不就是存到银行里面去吗？不是，钱母好像是一个 coin， yeah， like a 好像他们放一个玻璃的盒子里面。我只知道金鸡，最近好多人在跟我讨论金鸡。雨薇，钱母是不是一个 coin？对呀、啊，是一个币呀、啊，然后那个币你跟那个金鸡要放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你房子的某一个位置，钱就会进来。然后沈一鸣说他靠这一招，他什么五年赚了六栋房子。It's true， 他手上节目现在很多呀。沈一鸣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哎，他现在手上节目很多呀。他到底去哪弄那只鸡呀、啊？他的鸡很大，他鸡很大，你看到照片了吗？他跟我讲这么大，他讲话很夸张，你会相信他？I don't know， 我就是因为不懂，所以 anyway 那一集我非常的 high， 因为我就从来没听过这些事，然后因为我也爱钱，没有，我就很 Oh my god， 这样我很 high， 没有，而且我有感冒。既然有网友在下面说我是不是喝醉了，我想说做节目开心也不行，不是我 high， 是因为对我来讲这些都是很新奇，被人家误会到说你在那个状态是喝醉的状态啊，我怎么可能在节目上喝醉？我是个摩羯座，我在工作岗位上是非常有责任心的，我怎么可能在节目上喝醉？平常有可能上镜头，它是不可能的，上镜头不可能，这我可以证实，我不可能，我平常我的酒量也没有那么好，我就喝两口我就昏倒了，然后我脸又会红，所以我怎么可能在节目上喝酒？因为在节目上喝酒脸会红、啊、所以人家认为你是喝醉，那你就是因为看起来很嗨。对啊，我就说 Oh my god， 金母、钱母，对，我说我也要用米跟水，因为太稀奇了。你看听了，你是不是觉得很稀奇？我没有，我听过金鸡，因为好多人去求金鸡，在什么指南宫求一只鸡，但钱母我是第一次听到。OK， 那我们就 Anyway， 下个礼拜二我们在录音之前，我们早上我们去财神庙，因为已经要来了。我们就早上就去，已经要来了。我们礼拜二不是还来录音吗？那我们就礼拜二早上去那个。我觉得这个 calendar 可能会偷偷被拿掉。不会，因为我们真的要去。I'm serious. OK， 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关系要怎么呵护？因为呢，最近呢，你怎么突然想要谈这个话题？
我们不是我们的 podcast 不仅做了300集，不是每一集都在谈关系吗？不是不是，我想说关系的维护，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讨论谈关系的维护？因为比如说刚刚上班呢、啊，一般来说大家就是很松散，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男女的关系，我们不是在讲那个职业、职场，不是职场关系，是男女的关系。我们在讲 relationships， 就是、也不一定是男女，可能是女女、男男 whatever，、就是。你们的那个这个爱情的关系怎么维护？ Okay, 因为那个最近那个 Instagram， 你知道不是会有那个 Reels 吗？对，然后你都看到什么？对，我觉得 Reels 都在偷听我们讲话。我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点进去一个类类别的 Reels， 很多，他就每一个都在讲 relationship 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好，然后我就看了一些，有很多人他们讲的非常。然后后来因为我认识在 Instagram Reel 认识他们，有一些人是专门讲感情观或是事业观或是什么，就是一些会往下看、哦、inspirational speaker， 就是那种我知道、你真的会看哦。对，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放空嘛。他真的很特别，像我都会觉得说，可是他是一个魔音传、干扰，我就把它弄掉。没有，因为那个 Reels 你一拉上来，它就全部都是影片嘛，我就把它划开、啊。然后上面还有 Friends 啊，六人行的嘛，反正就很多那种。然后呢，我就因为Reels， 我看到他们之后，我就去听他们的 podcast。那种类名嘴，对，可是他这个名嘴是他是有学士的，比如说他是在读 behavioral psychology，、他是在读一些那个心理、心理治疗或是心理学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或是一些 behavior， 就是他们的惯性的一些作风这样子、是为何而会存在。对，那我所以有一些东西是它是有 scientific evidence， 它不是说好像他自己想的，不是他随便讲，它是有科学根据的。对 ，OK， 所以科学，所以我就听到一个 podcast 在讨论关系，然后他就讲了两点，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一个关系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是蜜月期嘛。那蜜月期就不用讲了，蜜月期大家都是被你的荷尔蒙吹捧了以后，你都觉得说哦，这个人是最棒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了解我，这世界上唯独只有他能够读我的心，他是我的 soul mate 啊、我们什么都很合啊、不管是在思想，然后啊。生活习惯、心灵啊，我是 whatever， 我是 even 我们的那个 intimacy 也是很，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是非常合。然后因为你真的就是在那个，好像一个 bubble 里面跟这个人。那 OK 好，那蜜月期之后，你们自己问你们自己，就回到现实生活期了。对，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有一些蜜月期过了以后，不管他是6个月还是1年的蜜月期，然后突然你就觉得说，我们曾经这么爱，怎么我们现在变这样子？这种时候都是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刚刚曾怡姐讲，就是当你已经就是决定要，比如说有共识一起走下去，就是你有 commitment， 那你们一旦就是许诺说，是不是诺许承诺、说啊、我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我们要一起往前走，不一定是结婚，可能就是一个 commitment， 就是可能你的生活没有其他的男女关系了这样子。然后啊、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就 cannot make it， 对，我觉得是哎，就甜蜜期过了之后，你就回到现实生活，在甜蜜期里面，你就可能我觉得荷尔蒙啊什么什么之类，你就被冲昏头，这是回到我们常在讲，就说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但是并不是爱消减了，而是现实生活的压力进来之后，那个爱就会减低了，然后你就会回到 real world， 就对 哦，原来真实世界是这样子，然后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所以到第二个期间，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然走不下去。对，共同的目标以外呢，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你彼此一定要带一点价值到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这个价值不是什么钱财或是房子的价值，而是人生的价值。比如说，你们彼此要往前走，你们彼此在彼此的身上要看见就是未来的共识，未来的希望，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有带来对你们的未来有价值的，不管是作为或是习惯或是想法，就是 you must have value， 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能够 create value。 你常常会听到说哦，一个好的关系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是大于二。 对，它不应该是低于一个数字，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根本没有就没有必要对没有必要对。然后它就是
你不要等到结婚你才经营，因为结婚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结婚往往，当然我们如果很西方的话，你可以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它通常又带点东方，不管是中西合并就变成是两个家族的事，还是怎么样，就是有带点东方的一些背景或是文化的话，一定是两个家族的事。所以在你面临婚姻之前，两个家族的事之前，你一定要能够好好经营跟有共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因为这个整个 relationship 最终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你们两个人才是核心，是你们两个要有这个认知。例如说，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说没有啊，我们两个不是核心，我跟我家人才是核心，你只是旁观者，或是你只是外围的，我偶尔带一点，这是 not gonna work， it's not gonna work。所以两个人一定要有这个共识，所以要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我觉得三个重要观点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长辈跟我讲的，一个长辈的女士，一个像一个阿姨，她跟我分享，她到了七十几岁，她说她的人生的，她对关系的一个见识，她说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点，一个就是你除了就不管你这个伴，你一定要有个伴，一定要有个伴，就是说你除了有一个老先生，因为有很多人他有先生或是太太，他们不是伴，有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真的是朋友 ，OK， 就你们之间是友谊、okay. 你们之间不是交易，也不是义务， 也不是责任，你有真正的朋友 ，You have a real friend and her，、okay. 就是说她是我老婆，她陪我度过很多，很多老婆跟老公都陪彼此度过很多人生的阶段，但他们不是朋友。因为所谓的朋友就是说你要有一些 shared value， 就是你的价值观你们要有一些共同的，对，而不是说只是一就是各自的就是平行这样子，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我们就是需要的时候才在一起。对，一个 healthy relationship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伴。再来就是说一个女人绝对不能让自己一直委曲求全。委曲求全这个我们常听到，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们都讲女人很辛苦，当然男人也很辛苦，但我们现在讲女人女人很辛苦女人很委屈。可是当然我觉得对每一个女人，因为我们有这个韧性，对，韧性不是韧性，是那个就是强韧的韧，有韧有余的那个韧性。一个女人本身 biologically， 我们一旦步入了家庭，步入了一个真正的我们认知的一个 commitment 的关系，我们就会有这个韧性，觉得说好像 OK， 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忍耐，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吞了，因为我爱这个人，对，那我不会觉得委屈，因为只要是我爱的都不是委屈。对，那有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他对你的方式是不对的或是不健康的，你就算爱他，你也会被慢慢的磨平，然后这个委屈就会胜过这个爱。越来越大了，对，嗯。那当这个委屈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到了某一个 limit， 你会觉得说，我现在已经是委曲求全，就是我宁愿委屈我自己求和求全，我要成全大局，牺牲小我。那当然，这个是一般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上上上代他们会觉得说，女人就是要守这样子的一种。也不算是妇道 ，maybe a little bit， 就是我应该要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对 ，It doesn't matter 我自己的快乐重不重要 ，It only matters 我有没有做对的事。Okay. 但是往往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的快乐跟你有没有做对的事是不成对比的。那当然，这个不成对比，如果你能够忍受，你能够接受，那它就不是个问题。当你已经做到它的这个落差太大了，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没有办法再说服自己，或是在欺骗自己，它就变成委曲求全。那一个女人很奇怪，女人他们会讲说，以前那个书籍里或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戏里会说女人心灰意冷 ，OK， 心灰意冷这个很难懂，你会觉得说哦，难道女人当然常常吵架啊，常常不高兴啊，难道就心灰？我觉得心灰意冷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真的已经委曲求全到了某一个境界，你的心慢慢会死，心死了，你的心已死的时候， okay， 真的这个跟无法再重燃了。对，这个跟条件跟他在忏悔或是你当然我们现在讲你一个女人心死不见得是他的先生造成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关系他们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经营，没有好好的经营，你不要说女人心已死， maybe 这个男的心灰也也有可能、right? 也有可能，所以两个人都 give up 了以后，对，那等于就是在一起只是一个形式，那这个委曲求全变太多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死，心就会死的时候，你两个人再怎么
沟通，再怎么想要把那个平行线拉到一起是非常困难的。再来他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特质是你能够仰望的，比如说对方的特质吗？对，就是说这个人，这个男生女生，就是 either way 你看到你的另一半，你选择的人，他可以有很多缺点，因为人没有完美，一定有很多缺点，是，但是他也要有优点。可是这些优点慢慢的随着岁月或是年龄或是在一起太久了，你习惯了，你慢慢的可能会把这些优点当成理所当然或是怎么样。所以你在他的身上，他一定要有一个特质是你非常仰慕，你达不到的，你做不到的、嗯、因为你知道人都会成长嘛。那当这个人你当初仰慕的，慢慢的你都做到你仰慕的点， maybe 你就不会那么仰慕他了。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人性，你知道吗？那他也会进步啊，会不会有新的仰慕点出现？希望他会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够 expect 大家进步的脚步是一样的、okay. 因为你发现说，当然我们今天手牵手，我们步入一个新生活，我们当然说啊、哦，我要进步，你要进步，我们一起成长的、哎、对。可是You know, life is hard. 有的时候就是生活的繁琐就会让你慢慢的磨平你的欲望，然后你的一个野心、嗯、或是你的一个想学习的心，或是你的时间，或是你在为了生活奋斗，你哪来的时间想进步这个事情、嗯、就是说这个进步，我觉得有些人呢、啊，他要进步他也是要靠他自己的个性。有些人个性他就是很容易吸收别人给取的东西，对。那这个人他因为很容易吸收，他不需要真的去学什么，他光比如说来上班听一下或什么的，听前辈讲的话、嗯、或是长官讲的话，他就能够慢慢的内化然后学习。对，那有些人他就是耳朵比较硬，他听不进去，他也觉得他不需要学习、嗯、那你很难叫他学习，你就算付钱叫他去 Harvard 他也觉得哦，他讲的没有我会 right， 我还比较懂。对、yeah.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能不能够进步的速度真的是看个性。所以这个为什么说两个人的关系要经营，如果爱够大的话，你的另一半他就算没有进步， maybe 你愿意等他无怨无悔，你可以一直 maybe 你也过得去。有些人就是没进步，我觉得哦也没关系啊，我觉得我就爱他。那因为你要看他身上一定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的，对，就是你很想要你得不到的，然后他的东西是深深吸引你的。我随便讲，比如说他很会数学，就你数学很烂、嗯、他很会说、嗯嗯嗯、你如果这个点是你仰慕的 OK， 那你可能就是撑很久，或是他很有逻辑性 OK， 你没有，然后他很怎么样，反正就是你在他身上一定要看到一个是你做不到，你在他身上看到你做不到的特质可能有很多、嗯、但是一定要至少有一项是你很仰慕的，要必须是仰慕的。 Yes, like you are so attracted to it， 然后你很 admire 他这样、嗯、这个很重要、嗯、所以我们应该在一个关系当中要怎么呵护，我们要用健康的方式连接彼此，我们要好好的沟通跟需求我们要好好沟通。我们会常听到不管是东方西方，有很多心理学家或是有很多信仰的一些哲学家都会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靠的就是沟通、嗯、你一定要能够表达你想要的，你要听聆听，你要 listen， open your ears listen 对方在跟你讲什么，你要能够内化，你要能够接受，因为你的爱，你有爱你就要有包容，应该是对方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当他那个人，当他那个可以、嗯、倾听的对象，倾听然后真的理解他，因为有时候的关系久了你会不想跟那个人讲，那、就是、或是他也不想跟你讲了，那这个就有问题。可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愿意互相分享才会在一起嘛、嗯、但久了就觉得说哦，你也听不懂，或是说我跟你讲没有用，你就不想讲了，但越不讲那个关系就越来越疏离。对，我觉得会到这个地步中间都有更多的摩擦，慢慢的把他们推到我懒得跟你讲，我讲了你也听不懂。但是我们经常抓不到那个摩擦点是什么，那就到了，就是比如你看在很多关系的破裂之后，他们常会讲一句话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对，因为那个不知道代表说在中间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探究那个事情是什么，或是我们没有解决当下的问题就 let go 一直往下，到有一天就觉得说我其实我们没办法再忍受了。但那中间如果每一次都有去解决，你就不会讲出说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就是走不下去了。对，嗯，我觉得那关系一直是这让人家很痛苦，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对于生活的很多细琐事情就是忽略，觉得没关系，我就假装没有看到好了。但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会觉得这是我的委屈，但我假装没看到，我这是我的委屈，但委屈大到一个程度就会完全遮蔽了。
我觉得我们常常在生活的岗位上，尤其现代的女性朋友，因为你要忙的事情太多，你会故作坚强。那这个故作坚强有很多种，有一种就是你视而不见，你告诉你自己我有接受啊，算了，我也改变不了他，我自己吞了。你这些东西吞久了而没有沟通，把心结打开，会变成一种 resentment， 一种怨。那这个怨慢慢弄久了，它就变成委曲求全。这个委曲求全慢慢弄久了，它就变心灰意冷，你知道吗？但是你想，对，是不是你另外一半的错？ Maybe 他没有好好沟通，他没有跟你好好的倾听你。对，大家其实你们双方都有责任。那你的那身为你如果是愿意接受的人，那你的责任就是你真的要接受，你就是要接受。你接受就 let it go，你他这样子，你接受了，你就是不要再讲了，也不要再想了，以后生气也不要再想说、哦、他当年怎么样怎么样，他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能够 let it go， 那 OK， 你是真的接受了。如果你嘴巴上讲说 yeah it's fine， 我接受，但心你心里还是不舒服，你如果不讲。慢慢这个一旦累积，这关系就会有分裂。所以为什么要一定要沟通？比如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像面临沟通可能会要吵架或者有口角，你不面临这个沟通的话，它永远不会修复。你沟通可能你会觉得说啊，我跟他讲他也听不懂，算了，太累了。但是你沟通的话，至少你还有机会修复，你不觉得吗？对，如果你不沟通完全，而且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啊，对，因为你都不讲，他可能觉得应该没事。所以当你有一次跟他说我不行了，我心灰意冷，他也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是都可以，为什么你现在不行？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每一次的沟通都很重要，那你每一次的委屈求全，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在心里面的委屈你是过得去的吗？如果你每一次都没有真的过去，他就会累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是不可收拾了。所以如果在我们现在开始一段关系，或是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现在的关系，应该在每个那个问题的当口，我就要把那事情解决掉。对，那我们现在讲到沟通，那沟通我觉得有三这个我们有找出来应该要有尽到三个责任。因为有的时候在沟通，讲沟通很容易，讲真的沟通有的时候很难，因为你又要能够很清楚的表达，或是你要尽量让对方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又不可以好像只顾讲你自己的而没有在倾听他 的。所以而且如果不管是谁在开始沟通一个问题，对方一定要真的听，因为人是这样子，有些人是不太愿意听的，我们都一样，因为人是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观念。对，那这些观念他一旦开口，有的时候有人会哦 God， 他又来了，他有完没完？他到底要抱怨、？Maybe 那个人他觉得他没有在抱怨，对。可是对倾听人来讲，就说哦、oh、，Dear God， 他怎么又在重复？他怎么又在抱怨？这样子，对，这倒是真的。所以你要 OK， so 你要有三个，你要尽到三个责任。一个就是了解 awareness， 了解哪一些话可能会刺激到你的伴侣，你不要用自己以重心的句子来告诉对方你的需求。第一，我们不要去责怪，哎，你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我觉得很奇怪耶。你可以讲说，反过来讲，今天你没有接我电话，我意识到你可能也受伤了。对，那因为你不接电话，对，造成我想很多，我也受伤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今天发生这个事，我们要不要 talk about it？ 我觉得当然你要有非常有意思，这个很难，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真的很难在关系当中。如果每个关系我们都可以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就要回想当我们在热恋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跟对方讲话。你记得我们在热恋期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热恋期？因为你只想美颜自己，你想你好像美图秀秀，你每天见到这个想让他看到你美好的一面。对，你每次出门见他之前你都会先美图秀秀一下，因为你只让他看到你讲话你会秀过。对，你的思想，你的样子，你的语气，你的语调，你的字句，你都会用美图秀秀稍微画一下，因为你希望他喜欢你嘛，然后你享受那个甜蜜粉红泡泡的感觉，那他也会一样。所以等于就是说在甜蜜期 honeymoon phase， 你们两个都是 best behavior。 OK， 是。那 best behavior 呢，best behavior 你就会
当然什么都好啊，因为讲的都是、那个、时候都是甜话甜言蜜语嘛。可是因为当生活开始繁忙的时候，你就没有当现实进来的时候，对，现实你很难有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会说，哎，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就是你为你就口气就不会这么好了。对，可你讲你为什么？这个人他就觉得你在责怪他，他一听到这个责怪，他就 defense， 对对对，他就有防卫心，说 Oh my god， 他又要来吵架了，他要来找麻烦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以讲说，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接我电话，我真的很想要你陪着我 ，I need you to be here with me through this， even though 可能你不是我，你没有在经历这个事情，对，但是你让我感觉到有陪伴，其实我就没事了，这样子 ，OK， 可当然。这个人他也要真的是跟你喜欢了，因为他如果不喜欢，就说搞他怎么又要我陪他，真的很烦，我很忙 ，OK。所以这个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宽容。嗯，那宽容我们讲的都很容易，你不觉得宽容讲起来很容易，可做起来是很难，太难了。对，所以宽容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对方的观点，但我们要可以接纳彼此。所以在爱情里面，你争执说你对还是我错，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反而会让彼此关系更糟了。所以如果我们会有这个想法，往往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系，因为以前我们会怎么样，会把那个以前的那个想法啦，或是以前的习惯带到新的关系里面。所以大家要试着是去了解对方是不是接纳你现在的一切，然后慢慢去做一些改变。否则如果你一直把你的过去经验一直不断的往新的关系里面带，其实那些认同啊什么，遇到不一样的人其实会有不一样的东西，会对，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所以接纳可能不是接受，但是你就是因为爱，你要包容他的一个我跟你讲，宽容也不是忍耐哦，对，忍耐跟宽容又不一样，所以宽容真的就是 let it go，因为你喜欢他，你尊重他，所以 let it go， 对，不是忍耐。然后再来就是，化批评为愿望或是积极的需求，所以不要跟对方说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不接我电话，因为这句话并没有带来解决的方式，而带来很多情绪。对，与其这么说，不如给出一些可能的方法，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你下班之后陪我讲讲电话，也许我就不会这么焦虑了。就是你提出了一些解决事情的方法，而不是只是提出一些质疑。对，你要给他一些方法。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倾听对方，我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急着反击、okay. 或者提出自己想，就是我想讲，对，我沟通的谁说我没有接听、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没有，你先让他听他讲完，你再发表，你可以在心里 note 一下，我刚刚我想回的是什么什么的，但你先听他讲完，也许他讲完全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他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先听，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把自己静下来等别人说完话，其实等别人说完完整的话之后，我觉得意思比较不容易被曲解。OK， 然后请听方他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你在听的人 listening the person， 你要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接纳对方所有的行为，但是你要接纳对方有这么想的一个权利。Yes. 比如说有69%的情侣，就是 Gottman，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心理学家，他说有69%的情侣都会解决不了的，都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与问题共处，那找到适合彼此的方式会比试图改变对方来得更好。比如说你认为这样子，我们要去吃什么，我们今天要吃三人套餐还是两人套餐？对啊，我觉得我要吃两人套餐，再多点别的，可是你说对，很麻烦啊，直接点三人不是比较快吗？因为有三个人就点三个人就好了。然后我说，可是这个两人套餐它里面的项目比较是我想吃的，那我算过了，这样子比较划算，我们再加点一点就好了。对。然后那个人说，哎，莫名其妙，那我是什么？我是三轮车，你们两个是两人套餐，我还要在外面加点，我还要再吃一点你们的，是什么意思？那我是不是你没有尊重我？对， yes, yes. 你这样子好像不尊重我，你知道吗？对，因为明明我们就三个人，为什么我要吃边边的？对对对，那你把我放哪里？那其实这个人在讲说要点两人套餐，他只是纯粹因为那两人套餐里面有几项是单点没有的。其实那个是好意，但是那个好意有的时候是人家没有 get 到你的好意。对，那当这个人没有在 get 到的时候呢，怎么办？你要理解他，就是说你
你要怎么样跟他，你不一定要完全接纳，但你要了解说，哦，他会这么想是因为这边有一些东西是套餐里面有，是单点没有，所以他才要点套餐。但你不要说我为什么要接受你，我为什么要这样，你试图理解他，但我没有说你要全盘接受。对，但当你试图理解，你会比较觉得说 OK， Maybe, 他不是恶意哦。如果我们还在，我们先回想，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回蜜月期，我们会怎么讲？没问题，都可以。没有，不会，我们可能会讲说，亲爱的，我没有忽略你，我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单点上没有的，那你不舒服的话，我可以点三人套餐，还是我们可不可以问他们可不可以换三人套餐里的汤换成两人套餐的汤，这样子我们就两全其美。但是我只是要先告诉你，我没有要忽略你，我纯粹只是因为两人套餐里有这个我想要吃的东西，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人他就会觉得 OK， 我有被 included， yes, 我不是被踢到旁边当三轮车，对对对对，你知道吗？我是一份子，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好像 defensive， 就是好像有防卫心，不会那么激动了。但是 again，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在一个关系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这么理智的方法来谈，因为我们真的在，我就为什么我们真的有，我真的深深的觉得，我相信我自己回想我一路走来，我们也不年轻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第二次谈恋爱了。对，真的要维持好关系，就是说 always， 不管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是婚姻也好，是吧？你就是要 pretend， 你要记得蜜月期的自己，你有礼貌，然后你要是 thank you， 然后谢谢 ，like 你好吗？哎，蜜月期的时候，而且你会打扮得很漂亮的走出来哦。第一，女生会打扮很漂亮，然后蜜月期男生一定会呵护你，对，对你很那个，他不会理所当然，他就会呵护 yes, 啊，宝贝，你今天还好吧？这些都是一些仪式感，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在生活中，你看你是不是，你现在幻想，后来就忘记，你幻想如果现在有个人，他把蜜月期用一辈子的相处方式，你会很开心。对，当然，但你要回想，然后你会爱他一辈子，可你做得到吗？ 对，我们自己做不做得到？可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开始做，另外一边可以有感觉。对，另外一个，我觉得另外一边也会被感动，也会被带领了，因为你们是在一起的嘛。是是是。好，再来就是无防卫的倾听，就 non defensive listening，就是说诉说方讲的那个人，对，有责任不刺激到倾听方。Okay. 但倾听方有时候也需要靠自己来平复心情。当你感到情绪起伏的时候，你试图用下面三种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Okay. 你可以先试图的深呼吸，好，让自己先放松下来，接着把伴侣所说的话以及你的反击写下来。你整理好之后，轮到你讲的时候，你再慢慢的讲出来。Okay. 然后否则呢，会让整个这场沟通呢变得一场战争，你知道吗？你写下来，你先消化，放松你的心情，然后你想一想，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在电话上吵架，然后那个人说I cannot talk to you，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话，我不要再讲了。And then 你马上就会有 defense， 你会觉得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哦，该我讲了，我就不能讲了。然后那个你讲完，然后你要挂电话，然后我都不能讲，我哑巴。No， sometimes 放轻松，你就是 take a deep breath， 然后说 OK， 好。我刚刚听到你讲的话，当然这个人可能有情绪，他先用情绪的话来对待你，但我们要有同理心。OK， 你如果 again， 我们回到蜜月期，你会怎么做？蜜月期，你可能会讲说 ，OK，I'm sorry that you feel so upset。那 it's OK， 我们先挂电话，and then 我们消化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OK，maybe 晚上或明天或怎么样再说，也不能拖太久，拖太久心里面就会有那个。他说 ，I just wanna， 我有一个夫妻朋友啊，他们不管用什么口气讲话，他们离开彼此，比如说他一个人要出门了，或是挂电话，他说 Love you, honey。他这个 love you honey 已经变成一般在吵架，对 ，like what do you mean？ 你去接小孩，为什么我要接小孩 ？OK fine， OK love you honey， love you honey 已经变成一个像 bye， OK， 就是一个反应。Love you honey， 那你最后一句话，你就算是气的，对，你听到 love you honey， 你还是会觉得 OK， yes， love you too honey。然后呢，你就记得 OK， love you too， 就是有一点就是又 down 下来了，然后
就是你的情绪就不会那么亢奋。然后这样讲，你回去再思考，你就觉得 OK，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吵的，也没那么那个，对。所以我觉得我朋友这个很聪明，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我看他们也不是很，有的特别斗嘴，因为在一起20年了，然后每次那个先生在那边念念念念念，那个老婆会这样，用那种很囧、很囧的脸这样，然后他说 OK， 然后你先念念 OK， Love you honey， 然后就说。Love you too, honey. 就已经变成一个你必须要讲的一个反射动作。Okay. 但是你就算你当下不 love， 但是你讲了以后，你就觉得说，你 it's like a 提醒你们是在一起的。Okay, right? 一个提醒你们在一起呀。Yeah.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他说 well， 他说我们从交往，我们就有答应彼此，我们叫 love you, honey， 这样子，就是你不要。你不管你是用什么口气讲话，就是不讲 bye， 我们就讲 love you honey 这样子，很好，我觉得这个很好，这要学起来，很好的方法，对。所以刚刚讲的是无防卫式的倾听，再来就是同理心了，对，你要专心的倾听对方讲话，理解他的需求，这会有助于帮助你们俩的关系可以变成更好的。但是沟通的过程呢，有助于你们变好，但有些关系如果彼此的差距过大，已经到无法沟通，我们有时候也要认说该放手了。我讲放手，我们下一集可以讲放手，这也是有可能。放手是我们不能认为说所有的惜福或是所有的包容、所有的沟通跟理解的结果都一定是要在一起。有的时候你整理过以后，你真的 work on yourself 之后，你就觉得说 ，you know， 我们大家如果放手，退一步，海阔天空 ，set each other free。这个其实是一种祝福。对 ，you know， 有的时候放手 ，you can love someone。You can love someone， 你真的是可以爱这个人，但是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你真的是可以爱这个人，祝福这个人，但是你就是不想跟他再走下去了。It's okay， 我们不要老是认为说，因为我爱他，我一定要死抓着他，不一定。然后我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关系拧过来。You can love someone and not want to be with them. Really， 这是，就像你很喜欢一个东西，你不一定要拥有它嘛。概念是一样的，因为它就不属于你、啊。对，你可以很喜欢，但你不一定要拥有，因为有的时候人生不会一直得到每个你要的东西。关系得认了，真的很奇妙。对，真的 sometimes 它属于你，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你以为它属于你一辈子、什么叫 forever？ 所以人家现在问我说 ，Do you believe in forever？ 我说 No， I don't。我不 believe in forever。You know why？ 因为人是有生命，生命可会改变，所以人一直在变。对，谁知道什么叫做 forever？、而且世界现在有这么多的变化，你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只能整理好现阶段的自己。对，现阶段你快不快乐？现阶段你对你自己，你有没有对得起你自己？你有没有对得起自己的感情？对你自己的工作？对得起你的家庭？你只能讲现阶段，对，而且有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不可能 always 维持得很好，有的时候真的会很乱，很乱，很多错误，你做很多错误，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真的就是栽下去之后，他就是一错再错，一错再错，一错再，然后永远回不了头了。你要到了谷底，你自己在谷底下面，你往上看，你会说。哎、欸，我在不久之前还在那里，在那里，我怎么突然间到了谷底？我现在要怎么爬上去？我是爬不上去。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maybe 这个宇宙或是上帝要你爬的山，跟你当初想的不一样。是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起承转合。我们不要一直认为说，哦，我们爬到这里，好像在爬玉山一样。我们爬到这个海拔，我们要再上这个海拔，我们要一直一直一直往上，往上，往上。没有啊，有的时候你会停在原地，有的时候你会再倒退几步，有时候你会再到更矮的山上去，然后你再重新爬。但是你重新爬上来的感觉、跟体会、跟意识会是不一样的。是，而且很多你认为是错误的关系或是错误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它不是一个失败，它是一个教育，一个 lesson。 Even 是失败，有的时候遇到失败的感情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Yes， 人生没有一直是在正确性上。 It's a lesson， yeah， 对。 Yes， It's a blessing， 真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blessing。 这搞不好，如果你的人生很长的一条线来看，那就是一个礼物啊。
你必须从很多事情上面得到一些经验，那这个礼物可能是要用很大很痛的代价去得到的，但本来就是这样才叫人生。因为人生一直都很无聊很平顺，你以后会觉得说，哦，我这辈子怎么过成这样子，就是很多很痛的事情未来会是你最大的礼物。所以遇到失败的感情，不要觉得说我这辈子就完蛋了，这可能是你人生最珍贵的一个学习。对，我觉得要我们要彼此这样跟自己勉励，也要提醒自己，当你遇到很挫败会让你觉得很难受很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你会永远伤心，因为很多你现在当下觉得很过不去的事情，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真的都过得去，都过得去。就是你以前的痛，你现在看就哦，就这样子而已。而且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要坚强，坚强。有的时候你就算不坚强又怎么样？也没关系啊，你脆弱又怎么样？你就让自己崩溃。哎，我常会鼓励别人说，你就崩溃。如果你能够哭，就哭出来，因为你必须把情绪完全解放之后，你才能够很冷静的来思考，说我接下来怎么走。对，这搞不好就是老天爷给你最大的一个礼物啊。对，最痛的事情可能会在那个地方会长出一个最棒的一个花，你不会知道的。嗯，但当然如果在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前，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关系是需要维护的，如果能够维持好关系就不会到这边。我们就记得不管你在什么阶段，你就回想你在蜜月期你会怎么处理。是是是，你会很邋遢的出门，还是你会很漂亮的出门？这个有莫忘初心，你不要忘记你当时最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如果你永远都没有忘记，那你们这段关系就可以一直走得很好很长久。所以我觉得初心是很重要的，写起来刻在手上好了，或是拿起来手机的那个开机的画面，就是莫忘初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刚好在这个年的开始，我觉得我们要给彼此一个这样的提醒。这也是身为姐妹们之间，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自己的鼓励。嗯，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关系。耶，祝福大家，下礼拜见了，下礼拜见了，拜拜。你们两个没有出。